我最近都没踢球，我这腹肌都不明显了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嗯，想看呐。行，我看见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这才几点呀？要不然进屋里去玩，家里还有别人呢。你进门你都不敲门的呀？我回自己家，我敲什么门呀？我有密码的呀。你现在把你密码改了。现在是我在和林拓住，不是你。我也可以把密码改。好可怕哦！吓人吧？你敢？